你。真的只是打招呼吗？哼，要是某些人想靠近对我做些不轨的行为，我还是能一下子就感觉到的。啊，找工具啊。今天早上，有位客人拿了一个老物件过来让我帮他修理。他要得很急，说中午前就得修好。我本来不想答应的，但看他一脸恳切的样子，我就心软了。没想到这东西的型号特别老，结构也很复杂，需要重装很多特殊型号的零件。所以我正忙着找配件和修理工具呢。据那位客人说，他是祖辈上传下来的，很有纪念意义。他这么急着让我修好，估计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吧。只不过，没什么，只是临时要修理物品，那今天和你相处的时间不就少了。原本是想等我准备好了再给你展示的。看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择日不如撞日，就趁今天来展现一下我的手艺吧。修理老物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细心。你也想试试？放心了，肯定行。正好，前一段时间我淘了一批老物件，最近刚刚检查完，感觉整体维修的难度并不大。如果你有空，我带你一起试试怎么样？有我在旁边指导，就放心吧。怎么了？在想什么？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？我等你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，甚至还有几分欢喜，我会觉得那样等待你的时间只专属于我。差不多了，再收个尾就搞定了。别担心，
从北区回去之后我就联系上他了。他说那天电话正好出了故障，所以才打不通。把修好的录音机还给他的时候，他还塞了我好多他自己做的点心当谢礼呢。好了，搞定。怎么样，我的手艺不错吧？哼，这样现场观摩的机会，我可只为你保留哦。是结束了，但我还得把它好好包装一下，以防运送的时候受损。对了，你能不能帮我把门口的一些信件和包裹拿到二楼去？刚才忙着修理，我都忘记整理了。啊？还不是在做兼职，你可是这里的女主人。
Thank you.